你可以拖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啊，今天我们是来戏湖啦，我们现在在芦竹沟将军这边嘛。那因为今天红龙就逃了，那周友又要四周，刚好今天是吹西风，所以呢，风从那边吹过来的话，刚好前面有一片防风林。哦，你看，我看大概今天就这边的话，浪是最平的，哇，所以才能让周友做一个最好的独木舟体验。然后今天看到很多地方都会下雨，我好险，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遇到下雨的情况，天气都非常的好，很享受哦。